好，另外带你来看到的是，在台湾人气很高的韩星玄彬，第一次来到台湾办粉丝见面会，一出现在机场，吸引了粉丝大声的尖叫。在机场一看到玄彬出现呢，300名粉丝立刻兴奋的尖叫，拿出了相机、手机，能够拍的都拿出来拼命拍。玄彬也面带微笑来向大家来挥手。那么今天下午呢，要来进行粉丝见面会，这场见面会一张门票要卖2500，最贵的要到4200，几乎全部卖光。